欢迎观众后山林丢了生十七号这间展开二十乡镇环境巡回第十六站，来到麦寮乡，甲乡亲说明未来市集的规划，嘛公布2030进程，欢迎的产业环境地图，将对进行中的九大产业园区做介绍，希望透过发展多元的产业，甲欢迎观打造成为农业、工业、商业并进的科技城市。在宣传车顶，观众民众热情拜票，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欢迎县长候选人张丽生，十七号这天来到二十乡镇环境巡回第十六站麦寮乡，除了向乡亲热情拜托，也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明未来施政方向。啊，针对呢，我今仔来到吼咱的麦寮乡啦吼，啊，已经是我第十六站吼，整个吼二十乡镇的这个巡回吼，啊，今仔日针对咱麦寮乡哦，我大家提出一挂愿景啦吼，未来呢，不只是咱配合工商综合港2027年的这个开发，甚至咱的南麦寮、北麦寮，阮即马已经提到营建署哦，整个规划设计案了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呐、啊，整个未来麦寮的这个产业发展哈、啊，那甚至我们在水利交通方面都有非常啊显著的一些破坏。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沿着浊水溪的提案哦、啊，这个快速道路的一个啊规划，现在也在进行当中了哈、啊。那未来在麦寮地区本身的一个文化艺术还有卫生还有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方面，我们也着注的在处理。那我们麦寮乡本身呢、啊，在工业的部分哈、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住宅用地哦、啊，让我们很多年轻人哦、啊、可以也住在我们麦寮乡哦、啊。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啊在啊下一个任期，我们希望这些呢啊能够面面俱到。张丽生也在现场针对正在进行当中的九大产业园区做介绍，希望透过发展多元产业，除了达成山线和海线共同发展，也增加婚姻观的就业机会，把少年人留在婚姻。张丽生也指出，婚姻观的工商业比起农业较无发达，希望透过九大产业园区的设立，把婚姻观打造成一个农工商并进的科技城市。啊，婚姻观呢吼，这段期间吼，阮如火如荼吼在播放云林县的一个工商发展产业的一个啊蓝图规划哈，那所以呢，我规划了哈六大产业园区以及三大都市计划，那这三大都市计划也是要结合产业，所以总共大概以九大的哈这个产业园区的规划啊，从我们山区到海区啊，那我们预计啊，如果可以在2016年完成这些所有工业区的开发，那我想云林县透过工业区啊开发完成以后，就可以招商引资，就可以促进工作机会，也可以让我们子弟留在家乡。我想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打造未来云林县农工商科技城啊，农工商并进，就是我们产业规划的一个蓝图，也是未来我们施政的一个目标。今年年底选举是剩无到两礼拜，到底谁会当得到胜利，都要看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是不是符合选民的需求咯。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